宝贝儿，你最近脱发有点严重啊？是吗？全叫头发，那就用爸爸。头发还有分叉，你该补色了。哎，我推荐你办一个我们店会员卡，特好用。快点吧，主儿，剪头。哎，出去了。真特好呀，宝贝儿，你特适合去染那个栗子棕，真的。你家的店还能办会员卡吗？有，那都完了在这儿了。我们两个住在一个房间。